迎进入 A1 云蛋糕，我们恋爱吧。沉默 CP， 金不说，他想跟我们一起来看电影。哎，三人行挺好的。我掐死你，臭文强！我也想吃薯条。你想吃金多？钢铁大直男。嘻嘻。你怎么知道是我？我希望是你，除了你之外，我就没有再期待。教科书般的这个约会方式。哇，像一个萌宠。来了，现在感情你们分开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对方太幼稚。够了够了，谢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耳光，这个真的很。Hello Hello。心已碎成一地。为什么只有三封信啊？不是有四封吗？没有，我们都选了，我们都对了呀。所有的相遇都有意义，欢迎收看优酷我们恋爱吧。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我们的各位观察员。我们恋爱吧由一块蛋糕一颗蛋的 A1 云蛋糕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家家健康减减盐家家减盐生抽特别播出。上一期节目呢是所有人登船的第二天，也是他们单独约会的第一天。很多观众看了我们节目觉得啊好甜啊，好想谈恋爱啊，所以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推荐去约会 APP， 都是真人互动视频交友，安全靠谱啊。去约会去约会。还有一个悬念大家想起来没有？少了一封信。哦对对对对对。到底我们猜对了没有？他们下了船去了岛又会发生什么事？接着看。你要去拿信啊？拿信。宁夕，为什么只有三封信啊？有个人没写。看到了一个线索，我前面真的没认出后面是什么？你知道是谁吗？我知道是谁了，谁？告诉你。哇，我好想知道啊！去运动吧，好吧。谁给我？不好意思，磨蹭了一下。阿泽已经放过了，我还以为没有放。Quickly， 走啊！他没有给信，我们猜的是对的。第二期的时候，同样的场景发生在陈宁熙身上。我没放啊，我没放。为啥不放？Hello， 嗯，室友同学，请进，出来收信吧。啊，有信哦。哎，好像有，啊，还挺多。那烦了，总是这么的巧。对，赶紧走过去。这都没封，这是你的，都是你的，这是你的。曾经的无信兄弟，现在都有信了。有收信哦。啊，这么快啊？对啊。
没收到信。在想什么呢？哎呀，南方，我真的就是当初一手好牌啊，让他给打烂了。真的是一手烂。对，一手好牌打了，然后打出去了一手烂牌。哦，他是抱歉没跟你打拳。选错了，陆先选错了。他选哪？牧场。你不会是水族馆吧？咦，他们俩，他们俩是对的，有缘分。对啊，我喜欢水族馆。我也选水族馆。哦，有，哎，这什么时候拍的？还有这个 bonus 呢，我看看。哎呀，你害羞啥？他怎么会想去牧场？喜欢你就风吹草低见牛羊。行，你之前就说不是一般女孩吗？一起挤奶是吧？哎，你们俩，你们俩，哎，真的是。韩文是想听那个金浦唱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啊，可以给。但是起码你收到信了。嗯，起码你收到信了。我没有叫醒你，真的。放。啊，去放。行不行？你去放。去。走啊。怕什么？我今天的这个心情。我明白，好不容易约到你，从平均到这么高，到最低谷，好不容易约到女神吃饭。其实我，结果不是，其实我有想到，但是，哎，听我给你分析啊，你肯定要放，因为呢，算了，别说，让我来想一想，我这个特别死板的，我好想听啊。不淡定。其实他内心肯定是想投的，他关键时刻就需要人推他一把。走啊，去放。这个走姿是我觉得南方以来最帅的一个背影。就是他很勇敢啊。就是反正结局就这样，爱咋咋地。好，来继续读信。这歌词配南方，这个也太配了。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逃离整个世界啊？义无反顾。他们两个选的地点是一致的。哦，那他们两个人一起去牧场，应该是这样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哇，那该多尴尬呀！哎，没关系了，我自我调节能力还是挺强的，睡觉就没事儿。其实也没想太多，就还好。哦，对对，但是金浦选的是韩文，也不算。所以他们两个人都要留在船上吗？三个人都在船上。哇！哇，你突然抓到这个重点，好刺激。哎呀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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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嘿让我们荡起双桨。这谁在唱？南方。
这个歌我倒是会，我也会。四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面聚你的绿树红墙。啊，这滑梯好想玩啊，感觉蛮好玩。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什么不天天开开心心呢？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相扶到老不容易，何不好好去珍惜，莫生气。哇，太可爱了，南方人。今天这瓶香水我还没送呢。其实没有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上微博搜索我们恋爱吧，参与话题互动，边看边聊。从容啊，美女在侧，无欲则刚。好想认识一下陈思强，了解一下他的心理。你看，你们都想认识吧？可能他是我的人意。你要不坐中间来？因为窗边有太阳晒。哎呦！哎呦！这个是真的蛮贴心的，要是我一定不会让你一定想不到，对不对？对，我也怕晒，他也怕晒，我也怕晒。为什么？找个机会的影响。OK， 稍微留点神秘感。我已经看到一个模糊的影，感觉是。还可以，凑不凑？哇哦！我觉得你侧影特别好看。对，正脸没法看是吗？不，我加了个特别，好吧？哦，
正脸是很好看，对，侧脸是特别好看。我当时真的，哎呀，又来了。其实女孩真的就是喜欢男生夸，真的，夸多了呀，女孩就信了。夸多了，这个女孩也自信。对我朋友老说我侧脸比正脸好看，我看撞去，撞，撞完，再侧，再撞，好像是哎，啊，在船上结婚是很尬的一天。期待这三个人。哎，来了。嗨。Hello。哎呦，惊不惊喜？非常的惊喜。我是叫男生一块吃饭的。好呀。哎，你去日本了吗？没有。Oh, interesting。Hello。Hello。嗨。天呀。惊不惊喜？意外。没想到，真的是 surprise。去吃饭吧。我去里面吃饭。铁板烧。三个人在一起幸福的生活。听老师带着两个宝宝。我真的太意外了，你知道吗？我没想到你，啊，真是生活中全是惊喜。就在这边吧，那你坐中间吧，来。C 位啊。二星跑员。Can we have some water first? Hot. Do you have hot tea? Cold. Just cold. Hot for me. Hot for her.Maybe hot for me too. 哎呦，这较劲儿哎，真是要命。我们养生一点吧。对，养生。Thank you. And then cold water for the gentleman, please. 这韩老师非得要补一刀去。为什么要三个人一起吃饭？尴尬了吧？他俩像在对着暗号，把男方屏蔽了。歌词，来歌词。这个的 Broadway 我没有看。我就记得他那个最后一句是 OK 吧。OK。感觉有种在跟男方说再见的感觉。Okay, bye. Good morning. Yeah. 早上好，来。早上好，早上好。对。Showtime. Ready. 哇，这个船上的铁板山好厉害哦。还有那个表演，感觉很有趣。哇，这真的很熟练。哇。哎，这个还是挺准的。今天真的很幸运。他要不是播完送给金普，那我就觉得，哦，真的，哦，那谢谢。最近一次减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一周之前。好的，我总是减了，然后又回来，然后又减又反弹。I feel you。每次反弹啊，你也是吗？这样跟你分享了。南方插不上任何话。小猪，假定你是南方，你这会儿的感受是？我觉得尴尬，尴尬到死。然后所以我会选择不说话，安静的吃饭。会不会一开始他们两个来敲门的时候说，哎，吃早饭，你说，哎呀，我不吃早饭的。对，我就会拒绝。那个女孩本来就知道我喜欢她，
他叫着就是我本来就觉得是我情敌，然后一直在针锋相对的另外一个人，你们俩同时一起来约我过来约我吃饭，是什么意思呢？南方养宠物吗？养过宠物？有，我有一只拉布拉多。哎，我觉得遛大狗很开心哎。我刚养前几个月的时候，简直把我逼疯了，你知道吧？然后我买那些钱包什么，就是它能看到的东西全咬，你知道吗？鞋也会咬吗？对。我兔子也咬我的鞋，然后后来我就买了个架子，就全都放起来了。哎，你看，哎呀，哎呀，精彩！雨露均沾，这是为什么？如果把金普此刻当成一个谈恋爱的女子，那这种行为显然是搞暧昧。但如果你抽离出来，不是谈恋爱的女子，对，我就想说，这做得很好。那如果真的就我们三个人，然后就永远你俩在聊，有没有点儿？虽然肯定也要平衡两边，不然会让局面更加尴尬。对，所以其实如果他是这个心态的话，做的就非常好了，照顾到了两个人的感受。大厨也很尴尬，那个大厨在干什么？从很早就发现那个大厨全是戏一只。我觉得那个大厨说不定是懂中文的。哎，对了，给你加点这个减盐生抽哈，还是挺不错的，而且健康。没有口袋，适合。这个吃饭啊，加这个加减盐生抽是会更好吃的，盐分又低又健康，哎，一定会很好吃，很鲜美。但我觉得像他们三个人在吃饭的这样的场景，我觉得可能我们平时很少会这样，会觉得很尴尬。如果我是金老师，我不享受。对对对，嗯，很尴尬，我不享受这个。那现在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大家来想一想，嗯，金老师此时此刻的心里边有没有明确，或者说相对明确于这两个人，我喜欢哪一个？没有明确，只是两个人相比，可能两个人相比的话会偏韩文一点，但是没有到让他完全的说服自己啊，他就是我的，我就是他的那个阶段。真巧，这俩真是老两口，这老两口行，老夫老妻，哎呀，真的好像啊，就是很真实两个人去旅游的那种状态啊。没有睡饱，但是你还是睡得很好。你不困吗？你是有这么困吗？这是我喜欢的地方，哎，空气真好。哇，羊吗？啊，好可爱哦。奶牛呢？想恋爱就上去约会 APP， 马上脱单去约会。哇，这位仁兄你在看哪里？搞笑死！我帽子在你包里吗？特么飞。你好可爱呀、啊！你喜欢你，喵喵喵！他应该是一个，他应该是一个母的。我要喝口水。哦哦哦哦哦！一跟动物在一起就很温馨。这么狠吗？小心他咬你啊！别吓我！小心、啊。你看他又来抢，我都给了。不是那个毛的质感是一样的。哦，小猪同学，你的牛来了，被你说中了，郑天。OK。奇怪的触感，你来，你试一下呗。哦，是啊，这是你喝的牛奶，知道了。不是，你可吃一口。哇，
现在还挺开心的，恋爱的酸臭。走吧，就下那么大。好好好。哦，下雨了。哎，这是恋爱的时候应该出现的场景，好多浪漫的桥段，我就开始浮现了。没有太阳下雨，太阳雨，雨打到了吗？啊哈，打到了吗？打到了。真的漂亮的，希望别下了。其实还好呢。我觉得，我今天躺下睡一会儿。谢谢吧。我觉得你可以跑两圈就清醒了。多么自然，对，感觉要恋爱，一切都很自然，很自然。好帅。你都已经穿成这样了，还好帅。眼睛这么看。眼睛呢？嗯。眼睛呢？在口袋里。算了算了，一会儿到了。不是，他俩那种状态就很像一对情侣啊。嗯。很帅的，他们不在空调房里坐着呢。都怨你，非得要出来。你要不要拍张照呀？好啊，正好阿南没来。怎么只记得阿南？记得兄弟啊。他们在船上应该很快乐。三人行。什么角度啊？哇，海蒂德怎么能用来拍饭呢？他拍饭，他都不拍姑娘。三二，多么执着的夕阳墙。要不要给你拍一张？好呀好呀，一起好吗？我一个人拍很尴尬。自拍了。这才是合理的，这才是拍合照。不是一步一步来嘛，先拍饭，再拍他们两个人。说你拍的挺美。阿南、阿泽还有韩老师，他们三个在你心里什么评价？排个顺序。好难回答的问题。排个顺序。不是啊，你先排，你先排男生的顺序。如果你是女的。我是女的。如果你是女的。如果我是女生的话。我第一个肯定选你自己。阿南。阿南的真爱原来在这里。阿南。为什么？不要走这种感情路线好吧？就说真的，有点烦。哎呀！哦，你看嘛。我和阿南接触比较多嘛，他。人不错，人很好。我觉得女生最不会喜欢阿南那款了。是吗？嗯。为什么？有点傻傻的。那你们选韩老师那款？就是他们都太 over 了，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就不能中间一点吗？那我是怎么区别他们俩？就是完全不一样啊。你是在中间啊，他们两个那种形容词的中间啊，但是你跟他们完全类型不一样。哎呀，这是一种表白，你和他们都不一样。说的我没说。这哪里是没说的，说了很多好吧这句话。他们三个的话，你要选一个的话，你会选谁？阿泽。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敢这么直白表达，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在人非常少的非常珍贵的品质。你要学习哦，小强。
他是在点他。嗯，他是在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里边的女人都比男人会谈恋爱呢。你是不是一直被照顾呀？没有啊。非常被动，一直被照顾的人呀？没有啊。真的吗？没有啊。说实话。没有啊。那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默默他是挺喜欢，非常喜欢，他充满了兴趣，他想了解这个男孩，就代表他很喜欢他。那是什么样的呀？我可需要别人照顾吗？我觉得是。有吗？就是在关系中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吗？对，我觉得你在感情是非常被动的，然后需要人家哄你，然后追着你，然后被照顾。照顾你的类型，没有吧？第四次说没有了，我跟你说，男生只要说超过两次以上的没有，就没有机会了。对，我跟你说，就已经很反感这个问题了，就没有机会了。那你为什么每天给我写信？不然我写给谁啊？不然我写给谁？告诉我，韩老师。不。阿紫，所以就是你没人写，所以选了我。不是，你真的非常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吗？哇，这个有点加大压力了。不在乎也没什么用啊。就是你是可以不在乎的，是吗？我觉得在乎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他对我看法好坏。但是你会在乎重要的人的看法吗？重要的人会在乎。比如说。话都递到嘴边了吧？你这个冷漠的人。他变相性的撒娇，你好冷漠，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对我冷漠嘛。女生点一次两次，然后男生没接招，就再继续点的话，那真的说明他很喜欢。哎呀，默默有点累啊，觉得你超冷的。我，对，我超冷。对，对，我还好啊，我很，很，我是正常的，正常，正常，正常的冷漠。他是以前让人伤过吧？没有注意，默默真的很累，我都替他累，我看着都累。刚那段聊天其实已经接近张力的边缘了，感觉是的，已经到了那个边界了。就是那个说，那我能投给谁？这个人家默默的意思就是说，我只会给你啊，我只会给你啊。他们每次都要擦边球，把它模糊过去。已经话都放到嘴边了，至少有三次，你无论再迟钝，任何一次机会你都可以表达一下好感和喜欢。我觉得是他自己的性格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其实像我身边有类似于这样性格的朋友，他并不是说他不在乎，他就是一个比较冷的，不善于表达的人。任婷说的也有，但是我又觉得他可能就是对默默没有太大的感觉。当然也有别的可能，但什么可能？几率比较，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王老师说曾经受过伤，心里受过伤，然后呢，不是特别敢和愿意直接就给了，给完之后再受伤就特别难过，他有可能是想要体会和观察一下，有可能，生活里有这样的人。来，那接着看。应该是水族馆吗？耶、yeah ！哇哦！哇，海洋馆也可以啊！你看，水族馆很浪漫的。哇，这个海洋馆，我也想去。海洋馆很好的。你看，两个人。
就感觉未来可以一起探索未知的广袤世界的感觉。那是什么？海狮吗？哦，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它可以把鼻子打开，也可以把鼻子关。啊，真的耶！我也可以。你也可以有拍，你把鼻子关上看。关不上，我只能打开。哇，它转圈圈，哥！哎呀，哎呀，好可爱！偏着头转，哇，太可爱了。我融化了，不行了。那女生真的会喜欢这？就看小动物就不行了。海豹身上的毛特别特别的密，嗯，密到很亮。怎么了？大直男，谁让你解释海豹的毛？我也不想知道海豹的毛有多密。太可爱了，太可爱了。你刚刚的思想还指一指玻璃，他就把脸贴在这个玻璃上，好听话呀。你也贴在玻璃上，你也贴。哦，哎呦，开心呢！这个一比较啊，我觉得水族馆还是可以的。那是因为他们俩的甜蜜，影响了你对地点的选择。我完全是因为鱼。我觉得挤奶有点尴尬。挤奶有点尴尬。我发现其实这些小鱼它长得都很漂亮。你看它的颜色，你看它的肤色，橙色，那这还挺好看的。No， 嗯，其实挺漂亮。45度角仰望天空，不让眼泪流下来。行，行。这什么、啊？这个干嘛？看到它们吗？这鱼。嗯、这个啊啊。哦。才是了约会该有的样子吧？对、啊，你们看一看，这叫约会。牧场是什么呀？挤牛奶是什么？其实刚才牧场本来是挺好的，愣是给聊死的。对，太深了。哎呀，好好好好好喜欢这个！哇，好可爱！啊，好可爱！我觉得所有的动物或者人都是小的时候特别可爱，就它个头小就特别可爱，对吧？就什么小猪啊、小鸡啊。那你觉得我身高太高了？这是神回路。动物，我可以站的时候，我就可以摸到你的头，就可以了，可以。摸头杀。看一下，再看。好呀，好呀。我还没想你就湿了。你可以往后面躲。我我我。小心笑啊！哇啊，好可爱！我可以这么近，你别摸它，我可以这么近。你干嘛躲我后面干什么？你躲我后面干什么？我不慌好吧，我是怕它碰到这个你好吧？你把脸凑过来。我不要，近点。害怕。哇，可以吗？哇哦！怎么感觉我在看偶像剧？甜蜜的哟。天猫搜索 AE 云蛋糕，我们恋爱吧，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优酷、巨人小美联合出品，优酷独家网络播出。我们恋爱吧由一块蛋糕一颗蛋的 AE 云蛋糕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家家健康减减盐、家家减盐生抽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抗菌消炎镇痛的中药桂龙冬灵草糖浆指定播出。想恋爱就上去约会 APP， 马上脱单去约会。你把脸凑过来。我不要，近点。我害怕。哇，可以吗？哇哦！止不住的笑容。我怎么感觉我在看偶像剧？真的假的？好了，快看。
哎，好看，好看。哦，好甜啊，他们两个。我都张嘴了，好开心哦！你看，你看林夕，哎，我觉得看到这儿我很欣慰，终于有两个正常的恋爱了，真的是真的。林夕终于找了个靠谱的了。特别想跟他握一个手，其实啊，我特别想跟他握一下手。你看他在说话，看到没？你看他在说话。你说什么？答应一下。他说你好。你好，只是说你好。他说你好好看。你好漂亮。这就是会聊的吧？哎呦，你看，这就是会聊天的。还可以，还可以。是一个合格的三脚架啊，还不错还不错，稳定性可以，给你好评。哎呦，这个挺浪漫。有一个传说是说，看到海豚人的爱情会得到祝福。哦，你看他俩进展，我去。那我们看到这么多只海豚，是不是可以疯狂被禁止？得到超多的祝福 ，buff 拉满，祝福满满的。好，累了，休息吧，休息。来。哎，你们昨天是怎么选的呀？就是谁下船，谁不下船？哎，好，又到这个，又到这儿了。又到这儿。又到这儿了，就我们都想下船。OK OK。嗯。那假如今天我没下船，你别那么看我，干嘛？你没下船，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没下船？你为什么不下船？其实他在撒娇了。对呀，那假如我们没下船怎么办？想让你说好听的话给我。对对对对，你是不想见我，还是你们下不了船？走不动了，下不了船。好，走不动了，那起码还是想见我的，就。这样没事，这样那我也不下船。哎呦，他俩真是恋爱了，绝对！哎呦，这个真是。是你第一次写信为什么要给我写？为什么选我呀？就挺有好感。你跑过来跟我说，想让我送你香水吗？我会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她懂得去珍惜别人的付出嘛。就我其实挺特别感动了，真的。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你是男孩，你要主动接。可是你不是说你给那个第一天你给那个谁写的？因为我们相处太久了，一整天时间。因为他确实是照顾了一整天。我能问你写的是什么吗？我说很高兴这一段旅程有你，好像是这样写的。啊。挺诚实的啊，对，没瞎编，嗯，是这句，就很坦然了，嗯，这阿泽心里面波澜起来了，对他会想很多，嗯，那你当时写的时候是什么心情？真的就普通的感谢吗？普通感谢比普通感谢高一些，我觉得。那你有在期待他写给你？我有。我有，肯定会有啊，就是出于任何一方面考虑都有。
OK。开始在意了。对。你看他在干嘛？转移话题。你想坐在这儿吗？我给你拍照。好呀，我觉得你，我觉得会很好看，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哎呀，你随意转动，随意转动，随意，我会转很。哇，好漂亮。你得告诉我怎么好看啊。哦，好的。你这样拍只是半身啦。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疏忽了，你又拍只拍腿，费劲，这太难，太难了，他又坐得太直了。那这个，这有脸吗？脸在哪？我之前有一张挺好看，不好看，就这，好看吗？不行，还是不行。你再练一练吧，我觉得你进步不行。我想擦一下脖子。出汗了啊，是出汗了，有点黏。纸巾要吗？我帮你擦一下脖子。哇！哇！林夕是最受不了这种细节的哟，张贵哲。Now and forever, let it be. 哇，这个脖子其实也是女生最敏感的地方。我就不懂这些事儿哎。你会说自己擦？对，我们给纸也是，我已经给纸就不错了。对，给纸我带纸就不错了，好吗？ If you must cling to someone,好了，不客气。哦，我觉得是最正常的最爱的样子吧。有没有回床了？啊，快乐惬意。哎，感觉自己是一个大大的柠檬。在他们的对话里边，我反复在琢磨这么几句。阿泽问他：“你给谁写了？你写的是什么？你有期待他回信吗？”小猪，要是你，你问不问这个话？肯定问了以后，结果我觉得有可能会是我想要的，也有可能会是我不想要的。那我觉得这种事情最好就不要发生。我可能会问吧。会不会问了之后，让女生感觉到你更在意我？我觉得当然了。好，还是同样的细节，问你们三位女士。男的问了，你当时有期待他回信吗？宁夕说的是有。你们也会选这个答案呢，还是会有别的答案？如果我真的也对你有好感，我很看重这个事情，那我会实话实说。我也会就是说有。这个时候女生回答有，其实是能够给男生传达的事情，我对你很坦然。我会说有，但是那都不重要了。哎，我会加这句话。这个我觉得男生的话，我听到这个答案是我最舒服的。对，我想知道你当时的真实感受，那个真实的并不一定是最让我舒服的。加了这句我就舒服多了。是的，现在不说，因为有你了，我就完美。耶，锁死日落 CP。我泼盆冷水啊。啊泼，哎泼。就是男生如果是特别敏感的人，可能这件事情会往别的方向发展。张欣，你说的我那个毛细血管现在就胀起来，因为刚刚西西没说。你要是说下一次张润泽再出什么差事，我可能内心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就当我没说好了。我跟你说，压力还有人比我大吗？如果陈强要出了什么岔子，我情何以堪？从头到尾挺大，力挺到底。他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だから原理を混ぜてもらいます。之前做过吗？当然没有啊。这个心态跟黄老师刚才一样，年轻正好啊。累不累？啊，有点，还好。你压怎么了？所以你为什么一直写生不痛啊？因为我觉得和你比较聊得来吧。就只是聊得来是吧？我不敢看。这画面真的，就只是聊得来是吧？嗯，我觉得是聊得来。相比于他们三个人，我和你比较有话说。嗯。这个沉默组合，不愧是沉默组合。那你为什么老给我写信啊？我开始第一天是觉得挺有好感的，第二天对跟你聊的挺多的，但是后来我会发现，就是我会感觉你会比较冷，然后不是特别会照顾人，是不是？对，我是不大会照顾人。那你刚刚说，你说。如果只有三个男生，就他们三个男生里边，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选阿泽。但你刚给他见面才一两天，你对他也不是很了解，你选他的目的也是好奇。这个算不算吃醋？你跟我说。我觉得算。就我觉得他是一个挺细心、挺贴心，然后其实他会，我觉得他还挺懂女生的人。虽然可能也不是我是要那样的方式，但是我觉得看他对陈宁熙，我知道他会是挺细心的人，他知道他想要什么然后给他什么。其实我和阿泽是相反的。看出来了。我比较大条。大条还是自我？其实你看得到吗？我想问。看得到。你看得到，只是不想做是吗？目前是。哇。他都不敢看，才能发现没有。女生就这么盯着他看，他头都不敢抬。对。就以前也是吗？以前不是。就如果很喜欢的女孩子，你会很主动吗？妈，很喜欢的，会啊，会。哎呦，天哪，我好难，好难过。其实昨天晚上阿南雨过说他想找你聊一聊，因为他真的很喜欢金普。所以他们火锅吃的怎么样啊？很尴尬。那应该是跟这样不一样的尴尬吧。But right now， 差不多的尴尬。差不多的尴尬，那就差不多。哎，我还蛮喜欢默默的，有些话直说非常好。随着冰淇淋一起凝固的气氛，哎，不然我们照下，就是拍下留下纪念吧。OK。拍食物他挺有劲的。啊，拍立得怎么能拍食物啊？拍三二一。跟谁三二一呢？
还挺好吃的。我们出去找个地方坐着聊吧。好。走。哎，这一对。一路沉默。越来越沉默。You could be happy, and I won't know.But you weren't happy the day I watched you go.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I wish I had not said. I played in loops till it's madness in my head. 好帅呀！觉得很刺激吗？上面很帅，然后下面很凉。心拔凉拔凉。说话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这么的尬，不像之前。之前你觉得之前吃的还好是吗？对，之前有很多就中间点能 get 到，挺好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突然这么尬。我觉得两个人有点摊牌的意思。所以我们之间是不是像朋友一些会比较好？听到没有？所以我们之间像朋友一些会不会更好？哎呀！哎呦！天猫搜索 AE 云蛋糕，我们恋爱吧，精彩稍后继续。我们恋爱吧由一块蛋糕一颗蛋的 AE 云蛋糕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家家健康减减盐家家减盐生抽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抗菌消炎镇痛的中药桂龙冬灵草糖浆指定播出。本节目由威尼斯号奇幻之旅哥斯达威尼斯号特别支持播出。所以我们之间是不是像朋友一些会比较好？听到没有？所以我们之间像朋友一些会不会更好？在车上我特开心，哇，一聊啊，竟然能同时喜欢一个，对，一个导演，我真的觉得还挺搭的。所以我第一天我写信给你，然后后面我觉得在一块儿还有的聊，有的说。我不知道你对我什么感觉，我不知道就像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就是没得选。不知道，其实我和在一块的感觉，我自己感觉是挺放松的，相比于其他几个人，我挺放松的。这种放松是好还是不好？还挺好的，因为你给我一种安全感。其实就该面对的时候，还得是需要面对了。说出来，哎，挺好，挺好。那我觉得你不相信我。我没有不相信你，我是能猜到就一些点，包括平时你为什么笑了什么的，我觉得我隐隐约约能 get 到你在想什么。你在就很舒服，我觉得可以在一块。但是你不相信我，你都不说实话。我没有不相信你啊。不是，我是觉得你不会讲具体的事情，是你这个人不喜欢讲什么。因为我觉得过去的事情有什么好讲的，老是聊过去聊过去，不知道有什么要聊。就是因为我才认识你，所以只能够通过过去的事情知道你这个人吧。但是如果你很笼统的概括的话，其实就永远不会知道。
问你的一些问题，你也没有过具体事件。所以我跟你很像啊。对啊。所以我们都是不想回答的人。做朋友吧，做朋友比较适合，两个人都辛苦。一个喜欢刨根问题，一个是不什么都不想说。I've heard how some people have said that I've changed.这眼睛里满满都是爱，对，藏都藏不住。The thoughts in the heads manifest on the brow like bad scars from ill feelings, they themselves arouse.其实默默很勇敢地走了好多步了，但是陈强没有跨一步往他们的中间来一步啊。他们刚刚没有下船，不然我们去那边好像可以帮他们买点礼物。金浦好像说想要个兔子什么。好啊。陈强这样做，我觉得也没错了。我自己觉得他处理的还不错，他说的是真的是因为我跟你有的聊。对吧，我在你这很放松。默默他对于陈强来说已经是很特别的存在了，在这个这么多人里面来说。在过程当中他两次提到阿泽的时候，我悄悄地问纯叶，我说这句话算不算有点吃醋，他说算。那说明什么？就他其实是对女生有点不敢的，不敢接受。我是不太倾向于这个判断，我觉得默默说了最起码有十遍，比如说9.9:0.1，对对对对对，那你这个就有点。你给我讲一句，到现在为止，最直接的表达我喜欢你的那句话是什么？有人帮我回忆一下你们。哦，我记得有一个是拿南方跟那个谁做比较，说他们俩这边是都是两个极端，然后你在中间，你在中间，就是他们都太 over 了，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那我。你是在中间啊，他们两个那种形容词的中间啊，就是一个傻子你都应该能推断得出来，都感觉得出来女孩有多喜欢你，是每一句话都递到你嘴边了，没错。但是我在想，就没有一点意外的可能吗？得发生点什么，突然说，就是如果写信的时候他们俩今天晚上会写给谁，就是说我们为将来还有那么多集有可能出现的那个意外，我们留点一丁点余地。你真的尽力了。我尽力了，我尽力了，我留点余地，我留点余地。我们留一句留可能性在那，好吧，来我讲讲。哇，这边好凉快啊。哎，挺漂亮的。海啊，好漂亮啊。哇，这小岛好漂亮啊。这就是日本吗？可是我们没有下次，好近啊，我没有来，下面有。我这样的话就算到日本了，是吧？应该是算吧，我觉得。挤不进去。为啥就决定没下船？就感觉大家还是有两个人没下的话，我还是陪伴一下你们吧。真的吗？对。就被感动到。人美心善，被自己感动到，我随便想的。我觉得我们三个还蛮有缘分的，在这边，我是留下来了，但是你们还能陪我一块，我觉得你能陪我一块，我觉得还蛮温暖。其实我觉得去哪儿都是次要的，在哪儿都无所谓，对，有朋友在一起就好。是的。大海，加油！我想和心爱的女生牵手。南方这个攻势很猛啊，略显傻。对，你说的怎么傻怎么来？大海，不管以后去哪儿，在船上还是在船下面，都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过最真实、最开心的日子。
我想做一个开心的人。等一下，等一下，韩老师，哎，我们出去聊一下。好的呀。好呀，里面冷。好的，把衣服还脱了。对对，因为里面比较冷。好的。OK。这是真的不抛弃不放弃啊！真的，他太执着了。啊 ，OK。待会儿聊。对啊。啊，走走。咱们找个地方坐吧。甲板的对决时刻。哎，好精彩！我好想，好好想看这里。你觉得怎么样，老师？今天？今天吗？对。我挺开心，我觉得我今天开心吗？我一直以为是你们也下船了。我们是这样，那个之前我们没有探讨过具体下船去哪儿，因为其实他对船上很多项目都挺感兴趣的，然后他对船下也感兴趣，所以就说。都是其实对，昨天我有选他，然后没有收到回信，其实心里还蛮失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直接的人，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比较中意的人是哪一个。我们都是男人嘛，公平竞争嘛。哦，南方摊牌。我们两个都是比较直接的人。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比较中意的人是哪一个？我们都是男人嘛，公平竞争嘛。哦，南方摊牌。我觉得从一开始我就是这样跟你说的。我觉得你喜欢进步很好，我也喜欢进步。对，他很值得被很多人喜欢。我觉得就是你们虽然有相同的教育背景、教育经历，还有工作环境，但是我也有可能你没有的地方。哇，这眼神。我跟金普今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嘛。金普说，他希望就是他的一些行为跟动作，还有言语，能让别人开心。而恰恰我也是这样的人。其实要学会先让自己先开心嘛。金普也说过，他也要改，或者要做得更好。我觉得你也是的，就太在乎啊。其实我不是，我想说的是，对对，其实我不在乎这些事情。我说完。你让我把话让我忘掉，因为你说我，你让我先讲完我说这些话的意思。你这样说，我一会儿就忘了我要说什么了。哇，南方硝烟四起啊！我有喜欢的女生，不管有无数人喜欢和追求，其实我觉得也没啥关系，反正我该干嘛干嘛，是吧？我想告诉你，我们都有各自的魅力。一个女生如果经常去吃法式牛排的话，有一天她也会厌恶的。再想去尝一尝街边麻辣烫的感觉。那你说谁是麻辣烫，谁是牛排呢？当然，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带他去吃更贵的法式牛排。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战书嘛，因为时间也不多了嘛。哦，你这会儿才下战书啊？早就应该下战书。我是觉得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就希望就是大家拼尽全力嘛。行，我收到你的战书了。对方也会有选择啊，他不管选谁，是他的权利。是的，所以我们就用各自的方式去追寻我们自己心动的女生。这俩人玩的挺嗨啊！你问问金普人愿不愿意啊？下战术这个行为就。我觉得蛮傻的，对，我觉得蛮傻的。娇娇，假如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说有两个朋友同时喜欢你，你会怎么想？下战术吗？就像这种局面出现了，你会怎么办？我两个都不喜欢吧？不可笑吗？我还以为黄老师说青春真好。对，就这点上来讲，青春还有点不够哈，还得成长一下。哎，你俩下战书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吵过人家了，打过人家了，比过人家了，于是就怎样，那女孩就一定会喜欢你呀？幼稚就在于这里。这个就是我们节目要教给小男生看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这种行为是有用的。
但其实从女生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哪一方，这种行为都很无效，都很幼稚。怎么又来这种呀？对，真的。When the night has come， 哎，这衣服怎么那么皱啊？皱的是你的心。但是你不也很帅吗？像东流啊，天上的星星自备有啊。唱这个歌感觉岁数比我还大。不曾迷掉啊，匆匆火火闯昭昭啊。Hello。那天天气特别晒，然后我今天要偷偷准备一张面膜贴给你。他好傻，他用这种方式就更傻了。怎么救救他呀？男方多大了？让我们对他以往的情感经历充满了好奇。因为我嘴比较笨，然后但是我就想对你好，然后来准备一个玫瑰花，我希望能邀请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一起去吃甜品，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能够再多了解你一些。Always had that dream, like my daddy before me. So I started writing songs. I started writing stories. 给自己加油打气，对，那真是打气的东西，打气为自己打气。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我没有办法做评价了。环游的星星，怎么可以拥有你？放松，放松。做你自己，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这句是他的内心，真的是，真的是我傻了，天哪，绝了！这个南方唱歌不仅有点跑调，而且我觉得他喉咙好像有点发炎，这个时候要有桂龙冬苓草糖浆，加油加油加油！中药，抗菌消炎，效果一定很好。怎么办？我感觉没有救了。到这会儿我倒觉得他可爱起来了。对，其实我觉得他不拿花直接去说还稍微好点，什么气球啊花瓣这些事别干了，对，土死了好吗？我要一瓶这个橙汁吧。几
进步。我没有韩老师那么会说话。夏天很热，记得防晒，补充维生素 C 哦。七夕快乐。这会儿应该进广告。家家健康，姐姐盐。下面进入家家姐盐商抽竞猜时刻。这次我们猜的不是写信，我们来猜一猜韩文男方究竟谁约到了今晚。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太难了。约到了，先到和约到是一个东西吗？就是比如说那个男方先到了，他说那个，哎，跟我去吃个甜点吧。不会去了。金普说我想睡觉，不去了。有可能不去啊？是这个意思吗？哦，有可能火锅都已经那个样子，他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第二次。是不是也有可能谁都没有约到？我觉得两种都不大。两种都不大，那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再等一等，我们一起。我们把谁那个也叫上吧。对。啊。不外乎四种答案 ：A， 男方约到了 ；B， 韩文约到了 ；C， 两个人都约到了 ；D， 两个人都没约到。来，请作答。很难哦。我选 C。我跟江振宇一样，我选择都没约到，都没约到。不，我要相信一次。我觉得我挺他们俩，这个时候该亮出他的。啊，我跟你一样。我选韩文吧。那女生同意了。小猪，我太难了，我做人好难。哎，你不要管别人吧，你自己怎么想的吗？难吗？你的手里拿的难吗？你看，优秀啊！我目前感觉到可能性比较大的是三个女生选的，可能性第二大的是我和振宇选的，可能性最小的是王鑫那个。我来分析一下我的思路啊，今天是七夕。另外四个人下船了，船上只有他们仨。如果他选了其中一个，那个男生就会认为这是有强烈信息的表达，因为是七夕，别的日子就算了。哦，那金普也很聪明，他应该也明白的了这一点。所以呢，当他如果签了另外一个，留了一个的话，就会让那个留下的很难受。反过来想，他会考虑两个男方的，就是两个男士的这种感受了。觉得这天他金普一定会给出他的选项，他不能再选两个了。到底谁对谁错呢？一块蛋糕一颗蛋，下面进入 A 云蛋糕揭秘时刻。是说对了，看来女性永远比男性更善于处理情感的问题。太棒了！哇，我居然猜错了！我今天真的是一个不合格的吃瓜群众。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蛋糕还是蛮好吃的，就是松软绵密，而且上一次吃的时候还有鸡蛋的香味，真的蛮不错的。小猪很棒。哎，是选了谁？就是韩文。我们选了韩文，能够约到他，一定要给出态度。但是也不排除是韩文先到的。啊，这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管他谁先到呢。厚道的啊，那就是说谁先来的，他就跟谁走了，是这个意思吗？对，就是我刚刚说谁先到哪儿来的，他的身上掰了一块。
黄老师。哎呦，他还马上就起。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也不在。韩老师和金老师走了。40分钟前。哎呀！呀，喝想顿溜。哎呀！我真的要。进来。哎，嗨，那个忙不？还好。给你说个事儿。有两个选项啊。第一，既然你都在船上了，所以得。对。希望能邀请你下午和我一起去吃甜品。只是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这一幕我心酸啊。南方就亏在厕所里头练歌了。时间差很重要，打的就是这个。你们本来不是要学游泳吗？这个节目的是我们恋爱吧，不是我们秀腹肌。这样吧，这儿挺好的。那个，我先帮你绑一下哈。你来吧。女主先穿进去，然后呢，是这样的话才能不摆手腕。就我觉得打拳是一个很走心的环节，稍微热一下身哈，互甩一下胳膊啊，来我教你，放松，先伸一只，就甩，因为得把肩膀甩松了才行，来，甩。他的目的是放松，不是骨折。哎，可以看出你是打拳的人才。对，好酥脆，透明的。We go together, better than bullets of a feather. You and me, 不疼的打。哎，对，想象这就是对吧？不真诚，有你来说，哎，很好，来打。很好，对吧？你看，哎，对，哎，这对了。漂亮。这是在打谁？我也不知道我在看。很好，很好。黄老师。黄老师，可爱的孩子。肯定把他约出去了。他会不会直接杀过去？这么大个游轮，往哪儿杀过去啊？不会吧？甜品店还没有开门，那就应该在游泳的地方。游泳的地方应该在10楼的阳光甲板。他真的去找南满？
去泳池了吧？但他们是在健身房。他们俩就在十楼，在电梯里说了一声。哇！很好，休息一下吗？好，摘一下。我们好像有水喝，我去找点水喝。帅哥，你有看到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吗？在这边游泳没有吗？你在这边一直游泳吗？对，就我一个人。OK， 谢谢。男生属于不撞南墙不死心那种。就是在甩肩膀，从肩膀往下，把胳膊打直。你要出圈了啊！哎，注意注意。可以。是波涛兄弟内心的波浪，看到了？不会吧！天猫搜索 A1 云蛋糕，我们恋爱吧，精彩稍后继续。本节目由优酷巨人小美联合出品，优酷独家网络播出。我们恋爱吧由一块蛋糕一颗蛋的 A1 云蛋糕冠名播出。想恋爱就上去约会 APP， 马上脱单去约会。本节目由威尼斯号奇幻之旅哥斯达威尼斯号特别支持播出。看到了？不会吧！Hello Hello。各位啊，好精彩啊！A1 云蛋糕的秘密呢，就是一块蛋糕一颗蛋，所以我想问一下潇潇，这一次的约会当中，你觉得哪一个男生的表现会最好？是阿泽。这期基本上应该大家都会投给阿泽了。你也投阿泽吗？我跟你们一样。第一次。我们要说是一个爱情片的类型的话。看阿泽和那个宁夕是一个标准的爱情剧应该有的样子，没错，甜甜的，没错，一点点淡淡的醋意也是爱情中该有的东西。看那个陈强和那个默默呢，有点虐心，我们是看到了爱是单方面的，另一方面没有回应，是什么导致的没有回应？今天暂时还不知道，知道我们还在观察。对，第三个，我个人感觉，他也是爱情的，竞争嘛。你说下一集的时候，男方能不能这样呢？林普，来，你歇会儿，我们俩练。我觉得哪个男生提出来这个真的傻到不行，就是这金普绝对会尴尬的，我绝对会记住谁提的。我觉得男方会将下战书继续到底，他有可能会跟他单挑。你现在就是你会让我们觉得男方做什么事情都是合理的，对的，都不过分。他做出什么你们没有想到的那个决定，你发现是他做，也合理，他做也对，是吧？现在我们看到了火星撞地球的三个人六目相对的尴尬场景，下面会发生什么呢？敬请期待下一集。感谢 A1 云蛋糕，加加减盐生抽。女性护理品牌洁顶，桂龙冬灵草糖浆，蓝西梨护肤品，去约会 APP。
中船游轮哥斯达威尼斯号对本节目大力支持。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欢迎登录荔枝网或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感谢网易新闻客户端、网易娱乐、新浪娱乐、搜狐新闻客户端、亲宝宝、Zucker 新闻客户端、4Fans、WiFi 万能钥匙、蜗牛睡眠、橘子娱乐、超级星饭团、瑞丽网对本节目大力支持。你要吃什么家常菜？我各种炒肉，像回锅肉啊，小炒肉啊，也不想吃。不怎么吃。你不是不吃海鲜的？或者说我不怎么吃，就、你看我到现在也没吃饭，然后最后一整天也可以不吃饭。我看你喝酸奶去。没事，现在你饿吗？其实稍微有一点。你要吃？你给我吧。我装啊。这世界很酷。